Hello， 朋友们，伴随着潮水慢慢退去的时候啊，大爷就从家里拿来最古老的推虾的工具啊，到海边带着自己的小筐啊，去推一些虾和鱼什么的回家吃一下。喜欢海边的生活的老铁们，双击屏幕加关注，一会马上直播喽。来吧，兄弟们，咱们今天来到了新的海域啊，这新的物种啊，躺在沙子里边呢，这是海老鼠啊。咱们今天带这个神器啊，抽着给它抽出来就完了。这个海老鼠不但好吃啊，还好玩啊！有老铁一看到这么好的东西，反手就给你个双击，并且加了。来吧，兄弟们，每一次大潮啊，都会有很多收获。这是在赶海的时候抓了这么多活的小海马啊！有老铁进来第一次看到这么可爱的小海马，反手就给了一个双击，并且加了一个关注。海马是海里的黄金啊！很多朋友问我八爪鱼的天敌是啥，这是我在海边拍到的画面啊，一只螃蟹和一只八哥打起来了，也不知道是八哥想吃螃蟹，还是螃蟹想把八哥干掉啊。进来的朋友你们觉得呢？支持八哥的扣一，支持螃蟹的扣二，支持他们继续打的点个红心加关注。来吧，兄弟们，每次都到海边，咱们都会发现这些五彩斑斓的派大星，它快乐的生长着，每天在大海里展现着它自有的特色。有的老铁一进来看到这么漂亮的派大星，觉得非常的幸运而又喜欢，进来就是反手一个双击加一个关注，看我正